介绍稻米花，主要是那个啦，因为毋是全部人在，啊，所以这问题，阮的上早期，阮也是，阮拢是伫花开花时阵做迄落尔，啊，是讲就是回到最初这个部分来，所以阮这项讨论了，哈，过来回是讲。你讲的是伫玫瑰堂，不要紧，是不是？以前是在玫瑰堂，对不对？对。玫瑰堂有一个好处啊，会当给因宣传，给因招入来第三花啊，对不？这个问题，不是啊，这个要先跟对对，我们在讨论，再确定以后再跟他讲。因为在弥撒中，礼洗的动作都有，那我们在数到明会化验的时间，他应该要空出来。对，这时间可以叫跟神父商量，怎么去控制。对啊，所以我这这个行新妇签货了，我搁那。对啊，因为你讲要叫咱会员家己单独办这个活动，另外一回事，应该是公开场合。对，而且在圣堂里面，尤其弥撒中，甚至都可以礼礼洗的，对，可以礼洗的，都可以在弥撒中做。所以我们在神道面，因为过去吼，过去的法官吼来说的。过去吼，就以前就开始的时阵，就拢有拢是伫咧开会。互我看，啊一寡较那较久、较资深的会师，可能拢知。咱从早期就开始有的时阵，伊法官的方式是拢伫咧咱的会师开会的时阵，拢毋捌伫圣堂内底。迄是因为在应该是在阮做会长了后，啊因为阮是开始有这个。有咱一届的弥撒，你先等来说，啊，所以我总来拜你，讲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咱有奉献这个弥撒，啊，利用这讲在这个法官的代志，总啊刷这个圣堂内底那个，啊，所以有即马听讲，就是讲如果会当维持继续，咱是当然是上好，就大家来讲，因为当初我的用意嘛是来，一来伊的神圣度吼无同。啊，二来，咱嘛是会当为咱讲，咱刚才讲迄种副会长讲，咱的人愈来拢一寡拢年岁愈来愈快乐。啊，咱希望咱新希望讲，哦，对，做一个啊，讲互大家明白咱在说道明会，吼，这嘛是一个方法。当初阮的用意嘛是伫遮那个啦。啊，所以即摆未来，因为即摆可能一寡时间上各方面的爱配合，这部分阮会搁向新妇。做参详了，啊，还搁来大家讲，啊，所以就是我们会尽快处理这个问题。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尽快再排一次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，咱的一年多的弥撒，还有弥撒咱还没拜的嘛，吼，咱若会使，我就，因为拢时间拢有够啊，满一冬啊，其实拢会使发初学，迄落初学啊。啊，阮就会当拜一冬，阮三冬过咧。你的是演员，嘿，对，演员，对，是，对，啊，就是做一届，就是讲，嘿，啊，这个是讲，如果嘛确定要到，如果真的是还是讲，我们要在圣堂里面，啊，我就通知大家，我们就排时间，就是我们那一，我们看是在什么时候，好，所以我那行先，啊，个行先付迄个工。我解释一下哈，刚才我听我先。因即应该是我讲，因我做会长的时候，我以前讲我咱在小特别会爱，你看咱的会规啊，即咱就是爱帮助当区的所有的伊一挂活动，即咱即嘛是咱的会规内底有规定。所以我当初是以为讲，咱在小特别会卖含咱的当区是妥协，甚至讲有诶当区，如果恁在小特别会是恁会省的，含咱当区是无关系，你拢用阮即个资源。我感觉这安尼是干对，所以讲去当中我的想法就是讲，互咱在小特别会会当伫弥撒当中，咱为啥物会增加讲咱来做这個服务？但讲虽然咱人虽然足少啊，但咱嘛是尽咱一个会师的责任，咱的职责来做这个工作。啊，但是一个重点的，当区这个当诶神父，本堂神父，伊无一定拢是在迄个特别会的神父。吼，较虽然即间圣堂较早是道明会先起的，但即马调动来讲，即每一个教区的，嘛毋是讲每一个圣父，伊嘛有伊的收入，伊嘛无一定会，吼，咱拢是人，啊，神职人员嘛是人，伊嘛无一定讲会当完成赞成讲你即个在上道明会，恁个道明会的一挂话讲，伊嘛无一定完全，当然啦，伊做一个圣父，伊是一定介希望讲长久会当活动起来，但是。伊嘛是爱带规个灯区啊，吼啊，规灯区有遐侪神会，伊嘛讲啊，啊恁在小特命会是毋是啥物特权啥，即嘛是伊爱考虑个。所以每一个神父有伊个想法，咱爱尊重即个神父。所以讲，坦率会长咧讲个，就讲咱爱含神父沟通一点。啊，当然结论安那无，有当会当满足咱个心愿，啊有当下无一定会当100%的成，咱
希望讲大家会师长来当来共同吼，来指导啊，来做伙来配合安尼，吼，因为这有当啊讲，你知影这每一个神会啊侪吼，这有当啊人言可畏，咱嘛是爱替神父爱考虑着一点。因为大家咱若要大家会吼，人因若做伙来的神父无法度替咱管着别人啦，嘿，咱所以啊，因为定数爱着自己考虑啦。无啦，咱遮吼，因咱玫瑰堂已经甲咱在设道明会列入因的一个善会团体，吼，咱有义务，咱嘛是有权利。啊，既然有义务有权利的时阵，应该嘛是有会当当内底，对咱第三会来讲是一个宣传，招新教育的一个新会友的一个机会啦。那当然，看新会的意思，你要放一分钟还是三分钟，对不？互咱家己来排嘛。因为讲主理神父，咱是希望讲，从咱家己新书，吼，从咱在做特别会的迄个新书吼，来做弥撒。对啊，这但这可不是。但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我们在属的神父啊，我们道明会的神父是另外一回事。我现在讲的是，你已经把第三会列入了。不要紧，咱尽慢食吼，咱尽了之后，不要咱提案，等下较讲，咱先先接落来，先什么疫情嘿。今物过来，迄个新修传道甲爱德组组长的报告。新修组长。新修组。新修组。你有咩报告？